所有人啊，你看呢件 ，OK， 好 high 啊，有几 high 啊？太 high 啊！high， 加油啊！好，唱首歌先。唱咩歌啊？好啦，开吧。好啦。辣椒，辣椒噶。哦 ，OK。Hello。众星加油！加油加油！越洋啊，劲啊！不過好多人，我哋喺香港游水過嚟，啱啱先瓊江水會㗎，多乜咯，仍有熱咗身，熱咗身。
住我哋。有请我哋华人邱嘉欣以及中年好声音明星篮球队，可以先嚟到我哋长区二道进行热身嘅，多谢你哋。首先我會有請我們的客隊，中星明星籃球隊是今年創辦的全新球隊，致力推廣籃球，參與各項的公益活動，和市民打成一片。球隊是主力由一班來自中年好聲音的籃球建議們組成出來的。今天他們就由球隊經理曹敏寶以及他們球隊教練余家耀領隊馮志豪帶領一眾球員，包括我們現在正式介紹。首先有请24号金永杰，17号梁浩全，6号徐泽昌，11号姚少聪，99号杨振，13号彭少伦，12号方明森，23号冯子豪，以及我哋现役甲一球员12号郑锦卿。出席到我哋今日表演賽環節，亦都非常之高興啊！這個時間我哋有請我哋華人一家親嘅球員，首先有請嚟自 MGM 球隊11号林家榮，19号陳鳳亮，8号徐家雄，17号曾龍，7号趙俊龍，14号吳嘉全。嚟自7号嘅9号陈建波，嚟自我哋陵园球队12号陈嘉明，来自我们北京怡海5号王毅，还有来自我们江苏名城16号戴敏峰。有请我哋咁多位嘅球员，喺呢个时间咧，我哋有请两队咧都可以一齐人一手致意，同时间咧一齐影翻张合照留念噶。咁啊，双方球队我哋先望向前方镜头影张合照先啊。好，有请我哋双方可以握手致意。咁啊，稍后咧，我哋会喺中场咧面向我哋观众席嗰度咧一齐影翻一张合照噶。我哋有请咧我哋两队嘅球队，我哋一向咧面向于观众席，我哋一齐影翻一张合照。咁啊，今次呢個比賽啊，就希望咧，我哋聯動到呢澳門以及我哋內地，以及咧，我哋一齊拍張合照，我哋兩隊球隊，大家，我哋一齊拍張合照，係對唔住，在中場拍張合影。邊邀請到咧，我哋嚟自香港啦、澳門咧，以及唔同地區嘅球員們咧，會聚首一堂喺呢一度咧，一齊參加世界華人籃球賽我哋嘅表演賽嘅環節，希望咧，我哋發揮到呢個世界華人一家親。共祝華夏中國夢的理念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在這裡以籃球聚首一堂，打場精彩的表演賽。
首部为例，中星明星篮球队换入23号冯志豪。
健康㗎。